恩典三六五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进入到哥林多前书最后的一段，我们说保罗在把这么长的一封信写完之后，再重新回过头来看，说在整个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教导当中，一些最重要的元素。接下来还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凡，每一次凡就表示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，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状况，就是所有的状况。凡你们所做的，不管你做什么，都要回过头来问自己，我做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爱呢？我们要不要回过头来看说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了好多做事的原则，比如说他讲到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是我总是不要被他给辖制住了。凡事都可行，但是不一定都造就人。换句话说，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要问问看自己，我做这些事对，因为他相对于前面讲到的是说，不要在那个律法的辖制里面，我们是得自由的。但是所有的自由不是表示我可以跳到另外一个辖制，说我做这些事做到停不下来了。求主施恩帮助我们，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能够不受他的辖制，可以停得下来？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对别人有益处，不只是对我自己？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别人是不是能够受益。而另外一方面也讲到说，凡事都可行，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总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后面这两样呢，常常很多人在提字的喜欢写荣神益人。我做每一件事情要问我自己，我做这些事情可不可以荣耀神，还是让别人因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去控告，去羞辱神的名？可不可以让别人因着我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，荣神对人有益处？做这样的事情会不会伤到别人，荣神益人？而今天讲到说，在荣神益人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，那个动机就是爱。因为爱神，我所做的事是不是从爱出发呢？因为爱人，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对人有爱呢？有爱，当然爱是什么？爱是包容。有爱就可以概括承受的包容，但是爱不只是包容，因为爱如果只剩下包容，常常到最后有点像溺爱，就是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什么都没关系，无所谓，没关系，拜拜，很好。爱里面有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呢？整本圣经常常给我们是一个全面的、完整的一个教导，它不只是偏在一边的。爱是包容，但是爱也必管教。爱跟管教跟爱跟包容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在圣经里面的教导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只有管教结果后来失去了爱，或者是只有包容而失去了管教。该讲的该教的，如果我真的爱我的孩子，我如果真的爱我的孩子，我不会任凭他做一件不对的事情而我从来不说话。马路上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事，你不一定讲，因为那不是我家小孩。可是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，如果我真的爱他，我就一定会讲，因为爱必管教。而相对的，管教不是因为我要把他赶出去，管教的是什么呢？管教的是说我接纳他，就是因为我接纳他我才讲他，如果不关我的事的时候我就不讲了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每一件事情，我在做每一件事情都问我自己，我里面是不是从爱出发的？就从神而来，神
才偷渡，选择的时间了，为我能得过分手恨，为我能做路挽回期，因为爱，亲爱的神，谢谢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。相爱、yeah ，因为爱是从生而来、yeah ，凡事温柔谦卑忍耐，爱情就从生而来。生财大度，生子的时间来，为我能得过分手后。相爱、yeah ，爱在我们里面的已完全。生财大度，生子的时间来，为我能得过分手海，为我能做了挽回期，因为爱。相爱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、yeah ，爱在我们。